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人气女星 Angelababy 杨颖近日带着儿子小海绵到三亚度假，日前还被捕捉到在当地参加音乐节，引来广大民众追捧。然而近日他就被媒体目击到同女友人散步时食烟，还疑似将烟蒂丢在路边，非常没有公德心，引起不少网友热议。Angelababy 最近在海南度假，从曝光的照片可见，身穿粉红色短袖上衣，搭配花纹短裤，头戴草帽的 Angelababy 穿着打扮悠闲，身边还有一位女友人作陪，二人在一处绿油油的环境中散步，过程中二人烟瘾大发，更一边食烟一边散步闲聊。怎料当烟快食完之时， Angelababy 就走到草丛旁边，疑似随地乱扔烟头，接着又重新点燃一支香烟，继续同好友散步。 Angelababy 再次被引到食烟，当然不少网友都觉得成年人食烟根本问题不大，但某部分网友就觉得 Angelababy 一乱丢烟头的行为就似乎太没质素。另外他曾经接受采访时信誓旦旦地强调食烟是不良嗜好，所以会下定决心戒烟，但明显的没有戒烟成功，因为在2019年就曾被引到在餐厅食烟，是次再被引到吞云吐雾，似乎 Angelababy 的烟瘾好大。编辑张一佳 and 他走了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